大家好，我是王泽文，非常荣幸能获得香港环球设计大奖的铜奖和金代强的评审奖。这个奖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非常的向往，这次梦想成真，非常非常的荣幸，也希望香港环球设计大奖越办越好，成为我们华人地区最知名的奖项。谢谢。